OK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升一些。OK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升一些有点音乐、有点高低起伏的东西，就是。现在我们就要来加一些有点比较高低起伏。我们刚刚只是一个节奏的部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加一点乐器，其他的乐器进去。不知道，我现在还没有想法。就我们把我们的之前的音乐库，就是我弹钢琴的一些想法，我们来浏览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点子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让它塞到这个神奇的鼓点里面。